然后到了西安诺维那边就知道是 A 不对路了，公司就好像是监牢这样子围起来的，然后那边的 security 也是全部有枪的，然后那边主要是做 scam 啦，然后就直接要做工作到可能半夜两三点三四点，你的那个心理的压力很大，因为你是可能你亲眼看过别人被打到流血啊，别人被打到手断啊脚断啊，你是真的是在你眼前看到那种，而且你不懂及时道理。然后做到月头的时候就被警察揪出来了，然后过后就被 transfer 过去 immigration。要去外面做工的想法是一直没有断过的，最想去的是美国啦，也不是讲很老，就算出去了，真的是有什么事情发生，还是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对的，你都还可以再来过。